早上先生，早上大大累不吗？我想要休息的，我们去为了你的大理，我今年也杀野菜，我还要拿一只来杀中药回来，我给山大爷打菜杀只灵麦，我给他一种菜杀风滚滚，我都跟各种各白叶，我今拜下月头，我买几份，我有两个兄弟姐妹，我给爸爸还农夫，我安全够。我以前有经验在雅加达两年，2020年到2023年，照顾小朋友五岁，我有正直和解说的团体细心、动心、最少卖数。我嘅老板好中国人，我嘅老板有三个人，大大先生同埋小朋友。我识最中国数孩子，正与简单活动制作。我唔识做肉，但系我会最重要。我想再喺香港人买我要玩多啲钱，俾我自己多买屋企人。先生弟弟，我希望你会俾我嘅会系你屋企照顾。我答应你一定会电话留十勤力，咁到人接到接个作业。我一定会做完两年合约。唔该晒先生，唔该晒弟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